大家好，我恩丫，今天是我女方的正酒哈，很多的亲朋好友都过来了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但是冬天他们也都起得晚一些，都是11点左右才过来的。等一下我们12点钟就开餐了，我外婆、我舅娘他们也都过来了啊。这个松糕是我姨还有我舅娘订的，已经到了，丫弟捧回来，丫姐还没有到啊。这松糕。咦，嘿嘿，你们一起进来的呀？哇！来同学了，谢谢，幸福美满，谢谢你们，幸福下去，谢谢。咦，你订的松糕好大哦！把车子拉进来，谢谢家人们给二丫在直播间送上的祝福，谢谢你们。舅舅跟姨订的松糕。好的意思，就是好的意思啊，上高，高升。你看，这2万块钱帮你准备的。哇，家长的，养母还给二丫备了嫁妆，多好呀！四丫也是2万，不偏心吧？不偏心，然后平安是不是啊？二丫的茶礼明天还有一个洗衣机，还有一个空调，还有一个电视，2万块钱。嫁妆，网友们你们说是不是？可以吗？心意到了就行了吗？是的啊，嗯，你养到我也不容易啊。女儿儿子也是一样啊，丫妈看。自己看的啊！我们年轻人一定要努力哦，一定要努力，努力才有好的生活哦。啊，妈妈倒茶给舅娘喝先。喝茶先。舅娘买了松糕过来呢。谢谢，亲朋好友都给二丫送来了祝福。准备摆桌吃饭了，我们要准备摆桌吃饭了啊！现在12点钟了。就是那个包哥送给你的，包哥很好，这个音响7000块钱，7000块钱，7000多。师傅，看上去二丫。包哥是大好男人。要这个呀。没有。现在开席了，准备开席了。这里有好几桌，然后池塘里面也有10几20桌吧。我们准备开席了啊！自己家里面摆了好几桌，都是轻一点的吃。然后池塘里面摆了有10几20桌啊，10几20桌，就是分开摆一点。你在拍视频吗？啊，对，我在拍视频，师傅。今天很开心。你也拍一点啊！上菜了，上菜了，现在都在吃了啊。这个是肉丸子、肉圆子啊，还有叉烧啊、海虾呀、猪肚啊这种啊，好菜啊。还有这个，这是酱板鸭吗？还是什么酱板鸭？还有这个扣肉在这边啊，还有土鸡。开餐了，今天中午是正餐。哎呀，要吃饭了。好多好菜啊！今天吃了一碗，又来一碗。我姨吃不赢了，我姨吃不赢了，我姨，我姨就喜欢吃农村酒席了。好的，下水。嗯，我朋友，我朋友回去了，我朋友要回去了，然后给点这个，给点圆子和锅烧给他拿回去。我叫喊他吃，爷他不吃了。我一样买的，我就给你那个钱给你。哦，给你。
了照的，没吃了照的，你不是吃了就走了。爸妈也好，那边那边那两位也好，人家一家一堆都好。哦，好，你不是好，你是一家。我们家也好，我们我家公家婆也好。真的，你家公家婆好，那你也蛮好的嘛。我祝福你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祝福你们。那你先算嘛啊，哦、慢慢的。那没得什么东西给你了。有、哦、我这个，你给这个我都好喜欢了。我要买东西，买不到韭菜，我这回来南京都好好吃了。明天送去的话，应该有车子送回去。有车子送回去。这边你把哦，那你慢点嘛。啊，好特殊啊，习惯就好，我自己就是这样。我第一次送过，那怎么送了？红菜了，老你倒是吃晚餐了，晚餐的菜也吃得很好，有鸭子，还有扣肉圆子啊。明天阿姨不是到南方去吃晚餐？吃晚餐。今天晚上也是去这家晚餐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妈。好久没家人来呀。吃饭了，家人们。吃饱我就上酒店了。你们有时间的话，明天可以过来啊。网友们先吃啊。师傅吃饭了，师傅。你怎么不吃了？喝酒呢？喝不下。网友们。喝不下了，明天找人找人要。欧阳的酒。明天欧阳要过去南郊那边哈。我们今天我们这边是醉酒，现在我们在开始吃饭。网友们，你们过来吃饭啊！好，过来吃饭。我们不说了，吃饭喝酒了。明天哎呀就。到南方家去了，对吧？对，今天晚上不夜之明啊，舍不舍得？哎，舍得，舍得。哎呀，哎呀，要哭了，不舍得走啊！给爸爸妈妈的陪伴。爸爸妈妈养大了，年纪大了。哎呀，经常回来看看爸爸妈妈。好的。左手拎着鸡，右手拎着鸭。好。啊。左手一只鸭，右手膝盖勾只羊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开始吃饭了啊！开始吃饭。谢谢我们，祝阿雅，新婚到手啊！我都不会输了啊！不会输。我弟他说叫我快点嫁过去。你弟弟过两天要结婚了，你弟弟的女朋友哪位啊？木刚哪一个？这个这个我肩膀了，来哦，这个。哎呀，我就叫那个家属里面的人，叫他明天把你送你过去，因为南方啊。好，将是你的新娘，她是别人用心托付。